手卷泼墨，三方阿香，草桥相遇见两郎，三年同窗表情意，不知英台女红妆。洁白定情一生爱，思君空断肠。一草青青陌上开，彩蝶双双就这几天呢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待，就索性都搬来了。都搬来了？马公子为什么非要住在您宿舍呀？既然他要试探我，那我就让他安心好了。我把被褥都铺好了，赶紧洗洗睡吧。马公子整日想念你们，却不知你们想不想念他。那与你坐在一起的同学明明就是个女子。樱桃，这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。子熙姑娘倒是亲切大方。公子不会连这种飞醋都吃吧？啊，姑娘说笑了。马公子平日在逍遥楼那是天不怕地不怕，没想到在这学堂里倒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。这里毕竟是书院，姑娘这样是不是……看来书院还真是个教书育人的好地方，哪天我高兴了也要来读读书。姑娘说笑了，这里是书院，怎能招女子进来读书呢？公子这是看不起子熙啊，别的女子读得，为何我就读不得？别的女子？公子是真不知道还是故意糊弄子熙？那与你坐在一起的同学明明就是个女子。同学，梁山伯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英台，好像是自称英公子的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前几日他来过逍遥楼啊，我打眼一看就知道他是女子，身上啊还擦了艾玛格的香粉呢。不过没想到这小姑娘脸皮倒挺薄。看到我呀都不敢抬头。真的是他？可他为何不来与我相认呢？他来书院明明是为了我。公子竟然真不知？难道是文才做了什么错事伤了他的心？马公子到底是多情之人呢？英台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我一想到一会儿又要三个人共处一室，我就不愿意回来。都怪山伯，明知道文才要留宿，我竟然无计可施。不怪你嘛，毕竟整个萧山都是人家的呀。哎，只不过寄人篱下的感觉真不好。
我的书呢？我的书去哪儿了？你别着急，保护现场，我去保安室叫人啊。殷公子，殷公子，梁公子，你们回来了。马桶，你干嘛呢？哦，我家公子说了，两位公子的宿舍啊实在是太局促了，他的宿舍刚装修好，想让梁公子搬过去住呢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。对啊，梁公子，你的行李可都是我帮你搬的，那次酒啊都睡了一天了。对了，我的书呢？这个你放心好了，我都帮你搬好了。我们家公子可是特意吩咐要把梁公子的宝贝书先搬过去，不然怕他不敢过去住呢。怎么这么突然啊？那你们公子有没有问我？这个嘛，有没有啊？没有。殷公子你别生气，我们家公子跟梁公子同学多年，交情比较深嘛。那你们家公子的意思就是叫梁山伯去他宿舍，跟我没关系了？这啊，马桶你先回去吧。好。那我可就先走了啊。英台，嗯，文才让我搬过去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哦，我不是怕他知道我是女子了吗？再说人家文才也是正人君子，你能避嫌，人家也能避嫌嘛。既然文才是正人君子，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你是女子啊？哎呀，人家虽然是正人君子，但是他也不是你嘛。哎，我可以去叫银星回来住了。哎，你就这么想让我搬走啊？你出门记得带上门。这到底是谁的宿舍？文才，你干什么呢？山伯，你快帮我看看，这卦象怎么算的一次跟一次不一样呢？怎么，文才，你变成算卦先生了？哎呀，你就别取笑我了，我现在心里乱着呢。怎么了？哎，你说，你如何才能知道一个姑娘她究竟是不是喜欢你？这种事儿，还能难倒你？文才，你不是说这逍遥楼里学问大吗？这姑娘能跟逍遥楼的姑娘比吗？我现在是关心则乱。你是指那祝家小姐？可不就是那祝家小姐吗？同学们，我靠，又是那货。行了，别喊了，你让他喊完就好了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你明天敢叫我起床，我跟你急。哎，文才，叫不叫？嗯。哎，这马老爷怎么又来巡学啊？他整天没事的，三天老头巡咱们干嘛呀？对，听说今天来巡学的不是马老爷，不是马老爷啊。嗯，不管是谁，倒是快点来啊！都站了半个时辰了，连趟茅厕都不让去。哎，来。周院长，林某有失远迎。失礼失礼。林院长有礼。久闻江东学者皆以这萧山为首。嗯。今日周文有幸带余生前来拜访，多有叨扰。哪里、啊哎？是丹阳书院呢、啊？是啊。何谈叨扰啊！丹阳书院，还请周院长等一众学子多多指教才是。啊，不敢不敢。请，请。来来来，坐这坐这。伙食还可以啊，来来来，多吃点多吃点。
哎，这上午上瘾啊！你还真吃得下啊？为何吃不下呀？你要是吃不下，就吃点青梅，可以开胃一下。你不紧张吗？来的可是丹阳书院的院长。那又如何？难不成你还真想去那个丹阳书院不成？你不想让我去？你说呢？且不说那马老爷当初这么设计你是不是居心叵测，可是如今你知晓我是，若是你走了我要如何啊？你放心，这件事情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，那个职缺肯定已经有人填补了。那万一他们要是一直给你留着呢？那我也一定会拒绝他的。梁山伯伯伯伯伯伯伯，请到院长室来一趟。他放心，也许只是让我过去招待一下。不过他是怎么了？可能在心里数节奏吧。梁山伯伯伯伯伯，请到院长室。小心应对啊。放心。这丹阳书院虽然刚刚成立，但势不可挡。我看明年的江东文魁非你丹阳莫属啊。林院长说笑了，这丹阳书院创立不久，望萧山书院的向背都难呢。哎，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。丹阳书院有你等这样的年轻才俊，前途无量啊。过奖过奖。请。哎，老师您找我啊。来，这就是梁山伯，这是丹阳书院的周院长。见过周院长。梁公子是否还记得丹阳书院给你的聘书呢？山伯记得。那梁公子打算何时赴任啊？山伯才疏学浅，怕是会有辱了丹阳书院的声名。丹阳书院的声名自有我周某人担忧，除非梁公子有心替代周文。山伯不敢。有何不敢？当初周文也是替代了自己的老师，才当上了丹阳书院的院长。我萧山书院一向以大胆创新闻名，如今呢，怕是遇到对手了。后生可畏啊。啊，来。请。小姐，你说梁公子真的能留下来不去丹阳吗？山伯会想办法的。丹阳那么远，老爷要是知道咱们又跑了一次，那小姐，您说马公子真的不知道您就是祝家小姐吗？哎，我也不知道他知不知道。那我希望他不知道。哎，近几日你离马文才远一点，与马桶也不要说太多。哦。哎，别闹了，赶紧给我看看，看看书呢。这，哎，没事儿，都不看呀。你们怎么那么听话呢？让你们集合就集合，我这一睁眼，嚯，书院里一个人都没了。我们也不敢不去，是吧？马公子在咱们萧山书院，那自是可以来去自如，不用担心啊。但是我等啊，就
就不敢任意妄为了。就是，比不得，比不得呀！嗨，你们这可真误会我了。我爹那骂起我来，那可真不把我当亲儿子看。谁信呀？有时候我觉得，我早晚有一天会被他给骂傻了。骂傻？这也没什么可骄傲的。哎，所以啊，这次我爹来巡学。巡学？巡学？今天不是马老爷来巡学啊？对，今天不是马老爷来巡学，不是我爹，不是，不是，那是谁这么摆谱呀？今天啊，是丹阳书院的院长带着他的几个学子来咱们书院那个交流学问。对，嗯，丹阳书院，就是那个很大、很豪华、很漂亮那个，想起来了吗？英台。文才，什么情况？平日你们三个不都是粘在一起吗？今天怎么各自为营了？什么情况？山伯呢？山伯呢？怎么没见到他？吵架了吧？对呀。若遇见一个人，心中总是发虚，却又不知为何，这是为何呀？这是什么呀？发虚？为何他不理我？我又觉得是我自己做错了，啊，是我错了吗？这，我知道了，你这是被骂傻了。我问你，昨天又让马老爷给骂了吧？没有啊，没有。那你这无缘无故的心虚认错，哎，你该不会是动情了吧？哎，咱们书院也没有女子啊，你对谁动情了呀？动情。这该如何是好啊？这个嘛，你首先得脸皮厚。脸皮厚？脸皮厚？怎么个脸皮厚法？啊，就是脸皮厚嘛。是吗？你看平常啊，他们三个怎么对我？对呀，啊，今天莫名其妙。哎，徐夫子，可有事啊？无事。哦，那你要没事，就恕刘某先告辞。丹阳书院的一众师生等着看我的释放课呢。哎，好，请。不对呀，你果真无事？无事。哎呀，我说你我同僚20多年了，你总是这样好面子，有事情你可以跟我直说嘛。你想要听我的释放课吗？没问题啊。丹阳书院的师生我都让他们听了，我还能不让你听吗？嗯，柳夫子可是紧张？嗯，紧张？我很紧张？我这个样子很紧张吗？嗯。哎呀，你说你这个人，就你这个样子，你让我如何帮你啊？听闻柳夫子此堂打算讲墨子。嗯，不错。可徐某听说那周文擅长墨子。哎呀，这种事还让你来指教我吗？我知道周文那个黄口小儿牙都还没长齐呢，我会怕他吗？请。哎呀，你说说你呀，
是啊，这。今天我们就来讲讲《论语》。《论语》有云：“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悌也者，即为人之本与？”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人之本。学生有疑问，请讲。《论语》云：“其为人也孝悌，而好犯上者，贤也。”是说一个人若为人孝悌，则几乎不会以下犯上，是不是？嗯。反过来也就是说，会以下犯上之人大多都不孝悌，对不对？也对。夫子你不仁。请问夫子，在萧山书院里是院长在上还是夫子在上啊？那自然是院长在上。如果学生没记错的话，刚才贵书院的林院长与我丹阳书院周院长与夫子您迎面相对的时候，夫子未但未失礼，还口出狂言，可是犯上。这犯上是否不仁啊？这有点道理啊。怎么这么说？是啊，也是，但总不能这么说吧？啊，这个情况，这怎么办？山伯，啊，梁山伯。你有何话说？说呀。山伯无话。
快点，快点。